好了，这个叫哼哼呢是啊，兄弟们，这个资源厉害了，吸附力劈华山点化石，没见过这个资源的兄弟们扣个一，太奢华了啊！吸附出一个力劈点化石的大概的价格呢是啊500块钱左右吧，500块钱左右吧，啊，差不多7000万，一组成本的话得400万左右吧，啊，刺激啊！看来大力啊卖不动了，太难卖了啊！连续10次吸附和刺激。什么武器啊，老板？谁有武器这么普及吗？随便点开一个吸附十号的资源，就打开一把武器，就神用高伤害吗？啊，还是159的这么酷。昨天刚估完159级第10多，今天娘就出来打脸了啊！虚弥吸不出来啊，开始吸了。老板，你介意你的宝宝忠诚度没有满吗？啊，我觉得咱们这个资源也比较啊难得，有些事还是要该讲究的就讲究的啊。去的时候我看一下老板的限定店铺能不能买那个超级宠物口粮啊。看梦幻大百科就是大百科，一眼看到啊，对不对，宠物的耐久度不足就知道打开啊限定店铺去买宠物口粮，专业啊，不一样。来给我吸附，等一下吸附大力金刚力劈华山点化石一个，我操！刘洋录个抖音，录个抖音啊！直播力劈点化石现场啊！你要不会的话，多跟郎中学学啊！郎中会换背景音乐啊，加昨天的一起弄了啊！好，兄弟们，第一个就出了力劈华山点化石，那后面的都无所谓了啊，毛毛雨了，其他的对不对，不吸了也就那么回事了啊。来，阿明，微笑的阿明问一下老板还继不继续吸了。我跟你讲，就是其实赚钱对不对，怎么才能赚钱，就是赚钱就走啊，不论是干什么，只要你不贪心啊，对不对，刚开始第一个就出欺负出来，我操啊，还行啊。老板说头铁继续干啊，随便吸了，来别给我出力劈华山点化石啊！很可惜啊，没有从中吸到应有的啊点化石啊，很遗憾啊。没事，出了一个就不亏了啊。这玩意儿吸附几率的话，不到3%啊，出一个就不亏啊，500块钱啊。最后一个12个出了一个啊，今天能出一个就还可以啊，第一个就力劈，心情太好现在合成部，老板就要力劈点化石，老板要一套啊。咱们核对一下，看有没有三技能的。三技能一是值钱，二是三技能的话也不太好吸，有可能吸出其他垃圾的点化石啊。10个啊，正好是20个啊，20个啊，继续开吸了啊。来，再出一个力劈点化石，感谢网易，网易是我大哥，我要姓丁。还差5个啊，还差4个。还差2个啊，最后一个了，会有奇迹吗？奇迹！老板，咱们现在把时光倒流，记不记得我合完第一个以后，说一个人想赚钱应该怎么做啊？对不对？赢钱了就赶紧走啊！
这平时这不又不像打牌啊，对不对？你赢了不好意思走，都是朋友，对不对？其实输点再走，这跟游戏玩，你跟他客气啥呀？啊，对不对？咱们成本平均一组50万，乘以20个啊，乘以20，这1亿的资源，1亿的话，咱们点化石它才能卖6000万啊，500块钱是6000万，对不对？亏了4000万啊，